我在山顶展望台，八甲田山的山顶展望台，景色超辽阔。看一下函馆，有点远，现在有点灰蒙蒙的，所以看不清楚。对，这样很清楚。对不起。哦，这个很最清楚。我向那边跟我照一下。那个塔不要照了。不是，放横的吗？好。不要照。横的，照的比较好。好了，三。